你好，评论哥，我要个黑色冠名。哎，马上给你安排啊。这个得需要多久啊？一首歌的时间。这个刷的都是什么呀？这是那个黄金甲，当然一只豪华的黄金甲。大太阳姐那个大灌篮，这个灌顶啊，大灌金棍，把这个大灌篮打散了啊。青花瓷套袖。对，现在这是第几张？第七张，我要的是第七张。这个刷的是什么呀？这是不能说的秘密啊，秘制酱料。这是酱香紫色。做饼啊，做饼是咱们的本职工作啊，咱就会做饼。但是咱们羡慕那些其他主播，人家会才艺、会唱、会跳什么的，咱也不会，咱就会，咱们是烙灌饼嘛，是吧？咱们把咱自个儿的本职工作做好，多卖点饼，对不对？让更多的朋友们能尝到咱的饼，是让咱们去更多的城市，这个都很知足了啊！感谢大家支持啊！